好的，现在有请二位新人以及新郎的父母以及证婚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婚礼仪式。邵佳梦、吴梦娜他们的新婚时刻，首先对现场所有来宾的莅临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如果人生是一场相遇，在素年锦时，我想与你共一场胭脂醉，不醉不休，不停不止。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定情的时候，梁思成曾问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是我，而林徽因只回了一句，你要的答案我要一生来回答你。相遇相爱往往是最让人动容的瞬间，就像今天现场的邵佳梦和吴梦娜他们的相遇一样。他们的相遇也正应了辛弃疾的那一句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今天他们带着对对方的那一份坚定的爱情，来到了幸福时刻，来到了属于他们的婚礼殿堂。接下来主持人能否邀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响起你们热情而又持久的掌声，有请新郎邵佳梦幸福。此刻你可以用你最真诚的方式单膝跪地，向你心爱的女孩献上手中这束爱的捧花。吴梦娜，请将你的爱人轻轻地扶起，此刻你可以站在吴梦娜的身旁。从今天开始，你要把这个心爱的女生放在离你心脏最近的地方，要永远地疼她爱她。那么我希望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此刻你们也能想起你们热情而又持久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步入婚礼殿堂。新人已经幸福地来到了婚礼的殿堂，那么此时有两位新人相对而立，凝视彼此，共同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携手站在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如果你们做好了准备，请回答我以下的提问，也有请现场一起为他共同见证。邵佳梦，
你愿意娶你对面这位美丽漂亮的吴蒙娜女士，让她做你的合法妻子，无论贫穷或是富有，无论健康或是疾病，无论顺境或是逆境，你将永远的爱她，陪伴她，呵护她，直到天长地久，你愿意吗？我愿意。现场的朋友来点掌声好不好？吴蒙娜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你对面这位英俊潇洒的邵家孟先生，让他做你的老公，无论贫穷或是富有，无论健康或是疾病，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在婚姻的道路上，你将永远的爱他，陪伴他，直到海枯石烂，你愿意吗？愿意。现场朋友来掌声祝福他们。都说爱人是上天赐予最好的礼物，婚姻则是一生不变的承诺。接下来陪伴新郎一起那些曾经一起长大的兄弟，以及和新娘一起哭过笑过的那些姐妹们，今天也穿上了爱的礼服来到他们的婚礼殿，来到舞台上，掌声欢迎。自己的方式为二位新人送上了爱的指环，这枚戒指承载了他们对二位新人太多的祝福。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就是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磨难，我们才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此刻有两位新人对面对面各自取下属于对方的那一枚戒指，将它握在手心，放在离你们心脏最近的地方，握在手心，放在离你们心脏最近的地方。而此刻请各自拉起对方的左手，对新郎说今天是激动。持久，他们亲吻的时间越久，来，掌声再热烈一些。今天不好意思了是吗？好的，先来一个拥抱好不好？拥抱一下美丽的新娘，来个大大的拥抱。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喜日子，我接受新郎新娘的委托，担任他俩的证婚人。非常激动高兴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新郎新娘从相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二位新人呈上感恩茶。爸爸，哎，你看你声音不够响，爸爸还没掏红包来，再大点声喊喜公公叫爸爸，爸爸，哎，请问叔叔，
儿媳妇叫的满意吗？满意。满意，那您请送上人民币，把红包送上，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此刻您也要对爸爸说，谢谢爸爸。一下是非常懂事的儿媳妇啊。好的，先叫爸，后叫妈，然后再甜甜美美的喊喜庆笑，是也像叫自己的妈一样亲呢。来，怎么亲就怎么叫。妈妈好。好。再甜甜的喊一声，你说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好，请问一下，今天呢也是你幸福开心的时刻，那这样我说一句，你来学一句好不好？好。你说爸爸妈妈你们好。爸爸妈妈你们好。二老今天辛苦了。二老今天辛苦了。敬请二老心放下。敬请二老心放下。敬请二老心放下。今年一胎准生俩。今年是年初嘛，到年底一定要加把油。来，新娘朋友来点掌声好不好？来，我们鼓励一下新娘子，把这句话说出来。今年不好意思了，今年怎么样？今年一胎准生俩。今年一胎准生俩。好的，来，掌声送给他。好的，今天是我们新人结婚大喜的日子，此刻新郎你可以往前面走一下，一只手拉着爸爸的手，你看一下。泪水，非常的激动，让我们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好吗？好的，让我们感受此刻一家幸福与甜蜜。现场的朋友，我们来点掌声好不好？好的，来，二位新人，来，我们妈妈，来坐到这边。站在妈妈的旁边，阿姨和叔叔你还坐在那里，对，让我们的优秀摄影师为你们来一张全家福，一起记录这最温馨而又难忘的时刻。阿姨坐在那里，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样一个家是父母给予我们一切，我们要感谢父母给予这一切，要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好儿女。现场的朋友，再次将热情的掌声送给这幸福的一家人。刚刚父母喝下了喜，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父母代表讲话。我喜欢一出门。各位来宾，各位亲友，大家好。今天是我儿子邵佳梦和儿媳吴梦娜的新婚，
有的从外地来过来的，有的是讲多话我也不会讲，讲很多话我也讲不好。就这样吧，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各位的到来。别的我也不想多，我不多讲了。好的，刚刚从父亲的讲话中，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对儿女的期望，也祝愿现场的朋友今天中午都能够吃好喝好，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有请现场的朋友能够谅解。刚刚叔叔在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他说因为天气太冷了，看到自己的儿媳在这里冻着，其实心里有太多的不忍心啊。好的，我希望现场的朋友让我们感受一下，虽然今天是冬天，让我们感受一下热情好不好。好的，非常感谢，也有请叔叔阿姨先台下观礼，稍事休息。好的，先穿上一个外套，因为今天确实是有点冷啊。你们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都能够分享阳光，分享快乐，分享幸福，分享甜蜜。也愿你们都能够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都能够相敬如宾。到了香槟酒要喝交杯酒，喝了交杯酒小日子才会过得天天有。有请二位新人站在喜台中间，拿起你们的交杯美酒，一碰杯二挽手，共同喝下你们的交杯美酒。人们都说圆圆的蛋糕预示着爱情圆圆满满，甜甜蜜蜜，也会幸福久久。接下来有请二位新人一步到蛋糕塔前，共同开启这份甜蜜。拿着象征着这份打开你们幸福之门的像钥匙一样的，对，去开启你们幸福，对，从上到下共同开启你们的幸福和甜蜜。圆圆的蛋糕也预示着你们以后的生活都能够幸福圆满，也预示着你们以后的生活都能够甜甜蜜蜜。祝福你们。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呢，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也即将接近了尾声，但是二位新人还希望把他的这份幸福和甜蜜继续的传递下去。接下来是新娘子抛手捧花的时刻，也继续的发放给他们。